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心市政，坐回来，我是蔡小君。在基隆啊，夏天一定要走出来，感受基隆山海魅力。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要带大家来看看我们基隆市产发处在今年夏天推出了哪些精彩的活动。为您邀请到三位来宾，带大家深入了解。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是我们基隆市产业发展处处长林鼎超。小君好，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处长好。第二位呢，是我们海洋及农渔发展科科长蔡富宁。小君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富宁科长好。第三位是我们青年及综合规划科科长潘祖德。小君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潘科好。要先带大家来看看哦，基隆好吃好玩有哪些。这就是基隆最美的山海魅力及特色。我们要请教处长跟大家分享一下，基隆真的夏天好好玩哦。近期推出了什么样的系列活动？对，其实这是疫情后的第一个暑假嘛。那其实因为基隆大家都说它是雨都，那所以能执行活动的月份哦，其实也不多。然后其实我们产发处从四月开始，然后陆陆续续有推出了市集，那就是一些青创市集、海洋咖啡市集、海洋市集，然后慢慢的这个天气也慢慢变好了，所以其实我们之前还有台流杯，然后还有一些农村的一些小旅行，然后现在8月19号我们还有这个手管季，对，这种手管季，然后其实后续哦，其实还有很多室内室外好玩的活动哦，然后希望邀请外县市的好朋友，还有甚至国际上的好朋友都可以一起来参加，毕竟这个邮轮也重新开放了嘛，是没错，对，所以是希望可以带进一些这种国际型大型的活动，然后让所有的朋友都可以一起来参与。是，哎，真的就要先带大家来看看哦，以海洋为主题，结合了产业、观光还有环保理念的潮音乐草地音乐季。我们来玩水路过的，然后就网络上看到的，一方面可以亲近海洋，享受大自然的风景，然后顺便带全家啊小朋友来这边参与活动。那现场有很多好玩又有趣的活动。那我希望我们有海景以外，尽量填更多的亲子跟娱乐的活动，进入这些很漂亮的一些风景跟这些场域上面。所以这个是刚开始，未来希望能够在像潮境啊、和平岛等等办更多更有意义的活动。基隆大概我觉得我们最引以为傲的大概就是海洋这样的景色。然后其实因为疫情也结束了，那这是疫情结束后的第一场的潮境海湾节哦。其实我觉得基隆是一个很美的地方哦。如果还没有来过基隆的朋友，非常欢迎夏天就是基隆最美的时刻来参加这个海湾节。你看吹着这个徐风，然后又听着音乐，然后还有好多好吃好玩的，我觉得好幸福的一个夏天跟假期。我们的潮境海湾节一年比一年盛大，人潮一年比一年多。以我不仅是一个指导单位，甚至是一个基隆市民，我真的是觉得与有荣焉。那我们潮境海湾节不只有音乐，有美食，有海洋生态，有海洋文化，更有各类的随意的体验活动。在这边我还是特别跟市长还有市府团队跟各位致谢。那我刚刚有跟林处长说，我们明年如果可以，我们再扩大举办，好，甚至可以还有透过海风那个盛宴啊，或者是这个摄影展等等，这些我们都可以把基隆非常漂亮的一个这个区块，能够透过不同的活动形态展现在全国国民的面前。哇，真的，这个活动就是延续一直办下来，就疫情的时候停，但是今年在办，哇，一向人潮热烈。我们要请教处长，回响很大哎。对，其实有很多这个我外县市的朋友，他们是慕名而来。
然后因为其实我觉得基隆有非常好的这个山海美景，山海美景，对。然后我觉得在整个潮境公园，然后整个山海美景搭在一起，然后再配合我们在地的，其实我们很多摊商都是在地的美食，那配合上美食，然后配合上一些轻音乐，然后让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这个周末，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地方啊。所以其实市长也有在想说，哎，是不是还可以在未来，就是说明年的时候，在潮境公园这边看能不能多些琢磨，然后再多放一些活动在上面。是，对。其实今年的在海边的活动真的很多，哎，要先带大家来看看我们的锁管记。基隆锁管记真的很受欢迎，因为它当中还包含了一个亲子日的活动。哎，今年是五大主题，我们要请教我们的蔡富宁蔡科长，怎么玩最好玩？好，我们锁管记每年其实就是基隆大家一定要来的一个活动祭典，就是基隆锁管记，因为办了将近快20年，我是9年年头去。其实主要一开始是它是一个渔业庆典，就是当初的一乡一特色，所以基隆当初就是推出在这个季节最丰盛的这个锁管为主题来办这样的活动。那以往它其实都是因为希望大家来认识我们这里海鲜，或是可以吃到什么。那这几年已经发展成是海洋文化的一个体验，所以锁管记现在推出的活动会越来越多元。它除了吃之外，大家知道吃锁管之后还可以来玩，所以像我们的五大系列就会有像夜访锁管，就是锁管就一定要来看的，来看到底锁管是怎么抓的，就是用这个棒寿网的船怎么抓的。那我们不要恐说无凭，我们就是带大家出海去看这个灯火船，鲫鱼灯的船是怎么样抓锁管，抓这个秋更啊，是大家讲的小卷。那另外一个活动就是夜钓，因为我们发现这个季节其实是白天不太适合在外面溜达太久，反而是晚上出门最适合，所以我们在推的这个夜钓的话，就是希望大家在一个季节可以出海去，然后钓这个时候出现的像白带鱼啊，然后青鱼啊、竹夹鱼啊，甚至是套 Q 比较大一点，这个都是我们在这个期间夜钓可以钓到的种类，所以我们有这个夜钓体验，这第二系列。第三个系列呢是外木山王爷祭，外木山王爷祭就是我们今年会选在8月5号，其实是跟着这个外木山喜安宫王爷的生日，每年是农历6月18号，那今年6月18号刚好是礼拜五。那其实这几年我们配合这个王爷祭带大家出港，所以其实都很多人很受欢迎。那我们希望能够调整到礼拜六来办，所以今年有跟王爷宝贝说，是不是可以让他生日延后一天，带他出海去游江哈。所以我们今年是配合礼拜六是在8月5号带大家在游江。那礼拜五当然也不会错过他的生辰的这个，还是会去做一些路上的祭典的活动。那这个今年的这个活动很特别，就是他除了一早到中午的这个游江之外呢，就是迎神游江之外呢，下午我们又安排一个西海岸的游程，因为以前可能到晚上太久，大家不晓得去哪里，所以我们今年有特别安排这个西海岸的游程，所以可以除了早上陪王爷游江之外，下午还可以带着这个接驳车到我们的大武仑沙滩，甚至到这个白米翁炮台两个支线来玩。所以外木山王爷现在会除了王爷祭之外，还有串联整个周边的这个渔村的旅游，所以可以还可以再报名，所以大家可以上我们的基隆锁管记的官网来报名，还有名额。那第四个这个系列的活动呢，就是秋嗨嗨的主题日，就是我们接下来最重要的这个主题日是这个8月19号在碧沙渔港，每年都会盛大举办的这个主题亲子嘉年华。那我们有将近80摊的摊位，
好，巴士大摊位欢迎朋友可以来。除了政令宣导摊位之外，还有就是吃喝玩乐的摊位，还有免费的锁管试吃，还有饮料畅饮。排长龙哎。对，最重要我们还有接驳车。哦。接驳车，所以大家可以不用大到开车来哈，会塞车找不到车位，很辛苦。所以我们有安排这个活动接驳车。那当天的活动从下午的4点就是开始不热的时候，下午4点到晚上的9点，那有很多的这个表演活动可以来。那园游会里面有各式各样摊位，还有很就是大家每年都会来的，就是一个就是政令宣导摊位，不要小看它，每一摊都是有备而来的，就准备很多很多的这个有奖征答的礼物。所以其实行啊来的这些朋友都会带了很多的这个环保袋哈，来装礼物。每一摊都闯关，每一摊都拿到这个有奖征答礼物，就回去的时候都满载而归哦。所以大家欢迎，而且我们那天还可以来野餐，所以我们的主题就是8月19号可以欢迎大家来这个活动哈，因为就一天，然后大家可以在那天来玩哈。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海钓学院，海钓学院小钓手，太多活动。对，海钓学院是我们特别从这个夜钓体验之后再抓出来的，就是因为现在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夜钓的活动，发现其实大家对于生态啊这些知识上面还有更多可以给予他们更多的知识的空间，所以我们现在今年开了很多量身定做的班级，像头足花软班，像我今天带来这个头足花软班，头足班啊，你看，其实我们的头足软体动物其实就有很多种，大家傻傻分不清楚。像你看哦，套丢手管，壮知道怎么分吗？就是花枝、鱿鱼、小卷卵是怎么分？不知道没有关系，请来报名我们的海钓学院，我们就会告诉你怎么分。我们透过课程的这个解剖，就是来知道它的生态。我们还有影片教学，就是看它在海里面的生态是怎么样。然后呢，就会做一些等于说解剖来做成一夜干。解剖完可以吃哦。对，所以融合的知识跟这些产业的那个产品的智能，然后晚上再带大家出海去钓。好，类似这个手腕，还有白带鱼班，然后还有很多的结合海科馆的潮境方舟的，总共有5个班，可以大家来量身定做。你会晕船的可以报我们的不用坐船的班，好，那很多的班，所以其实透过这样的一个比较深度的这些海钓学院，能够让大家知海、玩海、爱海这样子。真的非常的用心。在海的部分，我们的产发处年年推出新意、新创意、新玩法，而且更重要的是今年还带进满满的知识。那接下来要带大家看看啊，就是我们年轻人的活力。其实在礼拜六有一场非常震惊全台湾的街舞大赛，就在基隆。有请我们市长牵起2队的手 ，OK， 在市长的左手边 ，PLKZ Forever， 在右手边为 Reformers， 现场的观众跟我一起倒数，3、2、1。今年非常荣幸能够在基隆举办，感谢选手们这个这么热情的参与，这么多的选手一起过来，是我们基隆的光荣。今年有300多个选手共同参与，一共会选出2个，一个是单人组的，一个是4人组的，获胜以后会到越南岘港去做世界杯的这个竞赛，代表台湾为国争光。对，今天这个比赛非常的开心。在有一个中华民国披舞协会，那其实从成立到现在，我都有一手的参与。对，那其实这次来基隆，那也认识很多这个基隆街舞圈的朋友，那他们就希望说有一个这样的国际赛事哦，在基隆，让基隆的这些街舞跳街舞的朋友能见度可以被人家看到。因为
为其实基隆是一个常常下雨的地方嘛，那其实街舞的小朋友他们其实只要有一个室内的场地哦，他们就可以发挥他们自己的舞技。对，那其实真的是蛮适合在基隆做一些推广。然后这次我们参加活动报名的这个街舞，从北到南总共350位的 dancer， 然后到这个基隆来。对，那像我刚刚在现场有来自中立的，有来自桃园、新竹、台中，甚至还有高雄的 dancer 都一起来这边一起 battle。对。透过这场大型街舞赛事，不但让台湾街舞选手有机会到国际上发光发热，也让基隆在街舞运动的舞台中占有一席之地。哎，真的，我没想到我们台湾基隆这么厉害，这个霹雳舞听说冠军也在基隆，对不对？对，我们挺热组的。嗯，对。其实我当初我们知道，处女郎跟我们说，我们要办街舞的时候，我也。吓一跳，我说 What？ 我不会跳舞，我觉得同手同脚的，没有韵律的一个人的一个，但是我们处长就是给我们赋予这个任务，那我们就去认识这些街舞圈的朋友，这些老师。啊，原本我们在跟他对谈的时候，我们想说哦，就是一个办个活动，但是其实他们都是在霹雳舞界是一个大名鼎鼎的老师，其实当然要跟我们对谈，都是名人，名人。那其实这次街舞我们叫 Battle Mania， 它其实从1999年开始，他们街舞圈就开始从新竹发源，然后就希望说这个是可以成为全国性的指标的一个赛事。那今年是第34届，那特别是他这次又把一个叫 RF Jam 的一个这个赛事做结合，这一个是源自于2008年从新加坡开始，它是一个国际的一个赛事。那明年就是第16届，所以这次我们就是把这些资源把它引进来到基隆办理，因为之前基隆我们都是办一个叫做 Battle Area， 就是一个区域型的赛事。那其实赛级那个或者是那个区域或者全国性那个就是会有一点差。有一点区别。那我们这次吸引了超过350位的一个选手，然后最远从高雄，然后台中、桃园、新竹来这边基隆办赛，都是武林高手。武林高手。那其实之前我都没看过街舞比赛这件事情，我是真的第一次接触到的，我非常的震撼。我觉得从早10点开始，然后看着从海选几百位的海选，然后到最后晚上。一对一九强的 battle， 4对4的battle， 然后听说冠亚军还比了3次，比了3次，2次平手，在第3次最后大家都精疲力尽了，来那个冠军才产生。那这次冠军我们明年就是可以送他免费的机票、机加酒啊，那些食宿费用都是从这个赛事来支出，然后来送他们去越南岘港，来去代表台湾的一个。就算是世界大赛，我们算是全国大赛，第一次在基隆，那明年就是去比世界大赛。对，那其实后来发现，其实我们基隆市民也蛮爱这个街舞的，因为我上次去清安宫看，其实比较多是街舞朋友，可是这次又不一样了，这次更多民众来经过国门广场，然后看这个赛事。对啊，听说那一天人山人海满满，从早满到晚。那最有印象的是，其实因为天气很热，那其实我们虽然主办单位，我们很怕大家民众晒伤中暑了，所以我会特别注意一些阿嬷。那他，然后特别是他在现场的时候，脸又情顺顺的那种阿妈，然后他站在那边，然后我就一直会去询问他说，哎，需不需要帮忙或补水？其实可是他不用，他觉得太精彩了，他觉得很精彩，他说我一定要改看完，这街跳舞真的就好耍哎，啊跳舞跳完，我看要不要去朝进去。听唱歌，所以那天刚好都是惩罚出的活动，所以我们也发挥出，其实我们本来那时候也担心说会不会禁核的问题，后来发现其实我们时间上都有配合到，也发挥出1+1=2的一个效果。是，哎，真的也可以看到阐发出引进满满的年轻活力，我们要谢谢处长啊，处长怎么用这个 idea 把这个年轻人都带整个带进来？其实明年2024年是街舞很重要的一年，是街舞第一次进入奥运的赛事，对，然后会在法国巴黎，
去举行奥运，然后他也是第一次，就是台湾其实在街舞方面是非常的发展非常蓬勃，所以其实台湾的很多的这个武林高手其实都是资格赛的评审。对，那其实在直辖市啊，包含台中、台北、新北哦，其实有很多这种比较国际级的赛事。对，因为其实你要因为其实他们像我们今年我们这次办的是初赛嘛，初选等于是我们台湾去的初选，那其实初选完你才会送出国又到越南，那其实要这样子做才会有国际积分。是，对，那你才唯有这样做你才有办法去吸引外县市的这些他们叫 B-boy， 是，对对，这些 B-boy 这些 dancer， 对，然后可以来到基隆哦，为我们做出一场国际赛事的演出哦。那当然就是这应该是基隆第一次有这样的国际的赛事的初选的选拔了。那其实我们同仁也都很紧张，因为毕竟跟这些 B-boy 的老师们都是第一次在合作。那我们应该有筹备了大概四五个月吧。那其实中间经过了很多的这些磨合啊、摩擦，然后其实因为有时候这个老师光是一个邀请函，老师的看法跟我的看法就很不一样。对，光是一个邀请函，因为他可能觉得觉得赛事的这个内容比较重要，但是我可能会觉得说有一些可能这个人比较重要，对，或者是人事实地物可能这个资讯要怎么样带到这个邀请函上面比较重要，所以光是这样的资讯的光是排版的部分其实我们都磨合了很久。那我觉得很开心啦，也很幸运的就是天公也作美哦，然后其实我们上个礼拜六整个天气状况非常好。对，然后该准备的包含刚刚潘科长有提到，就是也很怕有一些比较长者哦会有中暑的状况，其实我们也设立了护理站。对，然后也很怕就是说因为天气实在太热了，但是因为赛事，因为我看过他们只跳舞，我相信会让大家目不转睛。是，对，然后所以整个赛事都很精彩，那我相信大家都会留在现场，但是会产生一个状况，就是怕有人中暑，有人会晕倒。不过还好，我们那一天没有出动我们的救护车，真的还好，真的还好，真的还好，真的我觉得能让这个赛事的圆满的结束，然后也可以让基隆的能见度可以再次的曝光，然后让更多人看到基隆。我想这是阐发出很重要的一个工作。是真的，基隆现在是充满了满满的年轻人的活力。那当然了，我们除了这个精彩的街舞之外，我们还可以到哪里玩呢？就是我们的山里面，我们一块来看看长生山野的好滋味。佛手前小黄瓜，还有这三斤重的甜笋，可以蹦出什么火花呢？绿竹园山薯农场的小花，将自家农场出产的作物制成蔬菜饼，搭配研磨出的黑豆酱油，将蔬菜的鲜甜提引而出。可以吃到在地的蔬菜，还有口感就是很清爽这样子。里面有用我们的自己种的佛手瓜，然后还有那个小黄瓜，自己种的小黄瓜。还有这融入鲜甜竹笋的汉堡肉，先煎后蒸再烤，入口即化，好美味。用蒸的主要是要让里面先完全熟，然后之后我们现在还要再做一个烤。味道很清淡，然后口感也是还可以咬得到那个里面的蔬菜的那个脆脆的，蛮适合夏天吃的，很清爽。而这铁龙笋可是产自自家农园，跟着农场主人陈四福入山区，体验亲手摘笋的乐趣。这个很多啊，你看这边也有，这边也有，这边也有啊，那边啊，这边有很多了。这个现在刚好是出产期嘛，正产期。对。找这边弯弯的，啊，是下去，而且用力把它压下去，没有声音就断了，有一点声音，脆脆的声音，哦，没有声音的，好，来挖一根了，很棒很棒，而且这里真的很舒服，那个整个竹林啊，风声啊，鸟叫啊。邱珊珊团队以竹子当容器制作吹蒸出的笋子饭，选用水月农庄自然农法栽种的稻米，与笋子交织出鲜甜的好滋味。好好吃哦，因为我的栽完比较好吃。
吃在玩。与敲山生青农共同设计研发的食农野食，融入美学艺术，还以自家酿制的蜂蜜制成饮品，沁人心脾。在虫鸣鸟叫的大自然交响乐陪衬下，品尝七度的山产美味，感受这片土地文化的连结与生活的美好。哎，这就是农场里面真的很好玩哦！里面不只可以挖竹笋，而且你还可以吃到自己摘采的竹笋，而且还可以把它多元利用。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傅宁科长，其实农场小旅行现在超夯的，对不对？好。像刚刚这个影片看到的是，今年我们结合了农场跟我们的青农来合作，因为一般我们对农场印象就是刚刚这些采笋或者是这些田野挂那个的，其实是农场的日常，可是它很难去展现出一个美感或者是一个气氛、一个氛围。那今年其实就结合这个我们的青农，就像刚刚里面有那个设计师，他来结合这个场域来设计一些菜，就是利用我们在地的笋子、当地的笋子跟我们农场里面种植的这些瓜跟菜来做入菜，都是最蜂，还有那个蜂蜜。那其实这次的活动其实最主要是我们希望能透过这种农艺的旅游，就是农业废弃物，就像我们其实像笋壳，笋壳它用完其实就是一个农业废弃物。那这次像这次的设计，它是用这个笋壳来制作这个绿工艺，做成这个笋壳灯。非常有质感，而且非常有艺术，然后也利用了这个农村的一个废弃物，所以其实青农的这个发想跟创意是可以带来这个农场不一样的体验，而且可以让我们的整个感受田野的氛围是跟一般我们觉得比较偏乡、比较没有那么有质感的这个农村能够提升。所以这次的活动其实是结合了青农的创意跟在地农场的一个淳朴的一个特色，然后在地的食材来展现这样一个体验的活动。那其实这次初体验也是透过这个教育处的合作来做这样的示范，那未来希望能够这样的一个流程能够在我们的农场里面都能够推广出来的。对，哎，真的农场真的越来越好玩哦！要带大家来看看，它其实不同的季节它会推出不同的食材，而且还有不同的延伸周边美食。我们一块来看一个黑噜噜系列，我们是看看到底是什么呢？水蒸气将欧噜噜包子香蔓延，远远的就让人口水直流。满满的竹笋肉内馅取自在地，香脆浓的内馅搭配有嚼劲的竹炭面团，让人欲罢不能。竹笋啊，还有红萝卜啊，还有肉丝啊，我们自己用的啦，就是要揉嘛，一直揉啦，要用揉的啦，人工就是用揉的啦。要做出好吃的竹炭包很费工。正德爷爷凌晨两点就起床揉面团，算准发酵时间，还要炒馅料。夫妻俩忙得欢喜，要跟里内的职工们将最好的在地滋味传递出去。会想出欧噜噜这个点子，源自于马西的焦炭窑。它煤炭是从上方进来的，然后把煤，因为我们这边的煤比较不容易燃烧，它必须把它弄成焦炭。去年在桐花季推出限定版的欧噜噜披萨，深获好评。今年里长带着社区民众继续拿出在地特色，欧噜噜包子就产出喽。口感很好，因为这是手工 Q， 这个比较，然后再最重要是它的绿竹笋很新鲜，而且它是现采的。所以这次的竹炭包，我们配合这个活动，相信应该会非常抢手。马西现在最近已经开始有陆续的这个小旅行的活动，配合四季的游程。那像这个季节，是桐花可以赏桐花，然后吃这个竹笋包，然后或者是桂竹笋季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包成桂竹笋。然后其实我们会搭配四季，像树莓节啊、绿竹笋、桂竹笋，然后甚至山药季的时候来推出不同的肉包，好来加入新鲜的这个食材。在地有一个很特色的东西就是。矿工便当搭配市府活动，马西社区动起来，限定版的包子不定期推出，期待让来游玩的旅客都能感受到基隆人的热情与马林的美好。真的，大家一定要到马林，马林里面有非常多的农场，而且都很有特色。我们要请教蔡科。
因为现在是夏天绿竹笋，那刚刚那个是从桂竹笋开始，从五月份到九月份是桂竹笋在绿竹笋。那这个期间除了像桐花季的时候会很多的人游客来，其实这个季节大家都想要去避暑，所以其实到马林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刚刚其实为什么会用那个欧噜噜呢？其实我们想要因为以前马林是一个矿业文化的地方，有产矿的地方，所以现在其实在游程里面，我们想要结合当以前的这个矿业文化，所以把这个矿的这个元素，希望能够带进游程里面，带进食材里面。像之前我们去年在推广这个复刻版的这个焦炭窑，就做了三个这个窑烤炉，然后仿造这个焦炭窑，那其实里面可以烤麻吉，可以烤披萨，还有烤很多的面包之类的。那去年我们就想说烤披萨好像没有什么创意，就想说哎，它好像是跟之前在烤那个焦炭一样的那个方式的原理蛮像的，所以他们地区就想说，那我们也把这个烤披萨的这个方式来结合烤焦炭，做焦炭窑的这个原理来带给游客来做新的解说的方式。那我们说哎，其实那我们把披萨把它弄成黑色的，也会让大家记忆深刻，这里是煤炭的一个故乡，所以我们就把那个是竹炭粉，黑色的那个是竹炭粉，然后把它放进这个披萨的这个面团里面，甚至是今年做的这个包子，让大家在吃这个包子跟披萨的时候能够记忆深刻，里面有很新鲜的这个笋子，然后也有这个煤矿的这个记忆在里面，所以是这样的融合这样的一个元素在里面，让大家可以记得这个地方。是哎，真的，而且还有推出系列的活动，就是比如说你要去哪里玩，哪里玩，其实都有车子可以送达到你的想去的地方。这也是我们基隆马林，我们基隆是阐发出很用心的之处。你看，像这样推出的那个农场小旅行，预计还是会继续推下去，对不对？对，因为现在很多人在预约马林的游程。然后包括像下个月八月就会有日本的团特别来参观参访我们这个马林地区，因为他们这次参访主题是深川海，森林、河川跟海洋。那海洋会有到海客馆去，那河川就到我们的马林，然后山的话会去那个七家湾溪，就是武林农场。对，所以其实我们变成一个国际的会想来参访的点了。对，马林真的是很好玩，大家一定有机会一定要来体验一下。那当然如果不知道怎么去的话，其实我们都有交通车，对不对？对，民众就可以上网查一下，都可以找到，就可以进我们的马林山区来，快来看看我们不同的农场，小而美，小而精致，而且小而美好，一块来到马林来玩。那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看哦，就是很多年轻人现在回乡了嘛，那他们跟青农合作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一块来看看在山里面的器皿。从采集大自然开始，学员们用手慢慢捏出自己想要的生活器皿，摘取在地植物拓印，创造与自然相互拥抱的幸福仪式感。我们就是还蛮喜欢以就是基隆的样貌、大自然的感受，然后我们来呈现与跟陶土的一个连结，然后我们带进到我们的课程里头。那我们会就是结合自然跟陶土，就是在这块大地上去做一个创作。基隆子弟张浩燕创作的陶艺作品出框豪迈，欢喜中带有原矿感，获奖无数。这次与老婆凯旭回到基隆，在绿竹园农场教陶艺创作，享受与大自然的对话。我想要将陶艺的这个技术，然后带回基隆，然后让基隆的人也可以体验陶艺这件活动。夫妻俩撰写七年投入公共服务计划获得补助，在敲山声青农的支持协助下，带着来自各地学员拥抱不同的创作模式。我们有台湾朋友带我们来参加，很期待，也很有点难，但是也很好玩。我来不及用这个碗吃饭。我今天做的是小花瓶，对，也是过程也是有点难，因为毕竟是第一次，但是就是在这过程中就会觉得可以感受到那个细细慢慢的那种生活的感觉。看到他们非常棒的作品大地之色有得到绿公益的奖项，其实那会让我想起我以前小时候在基隆的山跟海，
观察那个自然万物的颜色当中浓缩在一个小小的陶艺作品，所以我非常希望我们基隆也有这个机会能够青年回乡青年回流，把我们基隆的非常棒的陶艺师然后带进来基隆的自然场域当中进行生态教学。然后他们非常棒的一点是他们使用了柴烧窑，然后那个釉色是取自于我们竹子的灰烬，等于就循环再生，这个非常符合我们现在节能减碳绿生活的概念。远离城乡，在农场空间创作，让人感受与环境的连结，好好的呼吸，感受基隆这一片土地。还有两次课程哦，一样要带学员在大自然怀抱中进行沉浸式的陶艺创作，欢迎有兴趣的民众一起来参与山海实践，与你同在。哎，这活动真的非常棒，他们还有好几场，我们要请教我们的祖德潘科。是，实践坊其实这个团队，他是今年获得到我们采发处的一个青年辅导的一个计划，哈，这个计划来做实践。那他们夫妻俩其实原本是在台中，那后来因为先生想说要回来基隆这边来回乡嘛，回乡发展。那其实他们在台中的时候，其实他们也在做这个陶艺，那个陶艺的工作教室来去做教学。那回来基隆之后呢，他们想说希望可以利用基隆的一些元素，比如说马铃啊这边的一些原本刚刚看到的，如可能一些煤炭或者说一些泥土或者一些元素，然后来去做今年他们想要创业的发想。那很特别的是刚刚那个实践坊那个敲山青的那个计划主理人，他也是我们算是青农的学姐，他们以前也是受过我们一些产业辅导的一些慢慢茁壮的一个学姐露露，那他们刚好又有 match 在一起，他把他带进去农场，然后跟我们一些实农教育来做结合。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棒好的一个例子，就是青年返乡回流之后还有学姐来带入这件事情，然后跟我们在地青农来去做结合，其实这是一个共创三赢的一个新的很好的局面，是我们乐意见的。而且他们的想法都好新颖，好特别哦，推出来的活动也都很新。对，那其实他们在合作过程当中，他们会有激荡出很多不一样的想法，因为陶艺老师他们可能注重在艺术，那青农他们可能注重他的食材，那主理人就是要把他们所有的元素结合在一起之后，媒合在一起之后呢，然后放到这一场活动上。所以我们刚刚才可以看到说，有外国学生，对，有外籍生来，这是在很我们平常我们基隆人可能比较少到来的地方来去做这件事情。对，这是我们蛮乐意见到的。是，所以很多活动大家都可以上网来看哦，对不对？是那个朝向山海基隆，真的很多很有趣的活动，大家有兴趣就上网看，然后可以上网报名。现在都还有名额，对，没有也没关系，因为他们后续还会继续再推出，大家都很欢迎大家。那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看哦，就是我们的八斗子，八斗子很美，但是深度旅游这一件事情呢，也有我们的青年团队来做，一块来看看。他们那时候对这个地方的称呼叫做帕套，所以我们八斗子贝刀啊，其实这个地名是音译过来的。八斗子产业观光促进会导览员深入浅出，用说故事的方式带大家了解八斗子。在1926年大正15年这个基隆要塞他们绘制的这张地图上，192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八斗子岛还是与台湾本岛分离的。而八斗子渔民早年使用棉麻制成的渔网，想要更耐用兼防霉，就要运用这种植物鼠狼。哇，那这就是鼠狼本人。长得很像番薯，但很难吃，切开一看是橘红色的。乾隆发现广西有一个玉浦栗头非常好吃，好，那就请刘墉要每年上贡。就刘墉想说，我从广西送到北京，可能都烂光了，我也要被杀头，没送我也被杀头。于是呢，他就用鼠狼去仿芋头给乾隆吃。就乾隆吃完了以后呢，把和珅臭骂一顿，然后这么难吃的东西你也给我吃。因为不好吃，也就没有食用价值。但鼠狼含有单宁酸及胶质，因此渔民用鼠狼染剂加强纤维韧性，让渔网更耐用。切块露水煮成一锅抽象麻辣烫的汤汁，就是待会儿要用的染剂了。
鼠狼染制的这种成品，它颜色深浅都不一，每一颗切开来去熬制这个染汁都是独一无二的。那早期的渔民拿这个鼠狼来染这个渔网，现在的话被我们拿来就是希望重新推广这个我们八二子在地的这个文化。所以看到这个鼠狼，把它切，我们制作这个染汁就是把鼠狼削皮以后切成片，切成丁，之后再下去熬煮，熬煮成这个染汁，所以这个过程是全天然的。结合 DIY 想要染出独一无二的布，可以参考八种绑法，导染员一一分解与解说，接下来就要让参与者开始发挥创意。你可以利用自己的构想，你不用害怕失败。布都绑好之后，就要开始进行30分钟的主布染布喽。运用这30分钟，跟着导览老师深入地方，听庙宇故事，看古化石痕迹，一路走到大坪潮间带，这堪称八斗子的藻田秘境出现在眼前。碧海蓝天，礁石绿藻，美不胜收。大伙儿换上防滑力十足的草鞋，踩踏礁岩与海藻，感受海水的清凉。接着把刚染好的布打开，进行日光浴与海风的洗礼后，就要来海水漂洗喽。怎么变颜色了？变枣红色。对，很明显的呗。就这样，独一无二的漂染布巾完成了。游客既能体验在地生活，又能做出鼠狼染布。这个活动我觉得透过不同的绑法，然后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创意，那每一个人绑出来的效果都不一样，然后打开的时候像一个惊喜包一样，然后每一个人做出来就是自己独一无二自己的一条布。这个体验除了这个鼠狼的染染之外，我觉得还很有趣的是有听到导览员解说了八斗子很多私底下比较隐秘的庙宇的故事，而是我们身为在地的基隆人真的是很容易忽略跟不知道的细节。那今天透过这样一次导览，让我觉得我有更加的在认识到了基隆八斗子这个区域，我觉得非常的值得。海水漂洗传承鲜明的睿智，同时也带动创意价值，更让人体验在蓝蓝大海中漂洗布巾的乐趣。这一个活动也超好玩，就是深入在地体验在地的一些文化特色。我们要请教蔡科。好，刚刚看那影片应该很吸引人，对不对？想去。那其实我们的潮间海湾节，还有我们的基隆索管祭的系列活动里面，都有这样的渔村体验的行程。像刚刚的这个游程里面，我们其实像还有八斗子很有特色的这个鱼疗的文化，煮鱼的，对，你平常还不能自己去看到，而且需要我们在地的导览员带你去，才能进到可能看得到他这个鱼疗的一个作业，就是鱼疗，现在是几乎快要失传的一个渔业的一个文化，只有在八斗子现在还有这个鱼疗的存在，所以在这样的深度旅游里面，我们就可以明察暗访到这些渔村的特色，然后还有到海边去做这个鼠狼。那鼠狼当初其实主要是也拿来用，因为不好吃嘛，就拿来用这个渔网的这个，让这个渔网能够更坚韧，更有这个韧性，所以拿来染这个。那现在因为大部分的渔网都已经是用自动化来制造了，没有人在做这个绳编的这个渔网，所以现在的人我们做渔村活化是用来做体验，所以把这个鼠狼拿来染布，然后做一种不同的一个体验的模式。所以现在我们其实到渔村里面做这个深度旅游，就是希望能够找回渔村生活的这种情境跟步调，然后体验这样的渔家生活，这样。所以欢迎来报名我们的基隆索管祭，还有我们的海湾节里面都有这样的渔村旅游的一个行程，可以来报名这样子。真的非常的好玩。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看，从那个产地直接到我们直接要卖的地方，一块来看看我们的基隆绿工艺的石农共学。废弃不用的笋壳，在青年工艺师艺术家的创意巧思下，有了新生命，使用好看的笋壳灯孕育而生。主要它用到的材料是我们这边农产的一些农废再生的部分，就是笋壳的部分。我们希望它可以做循环，以后还可以做工艺，然后融入生活。很难得可以来到大自然，还有农场里面，然后做灯，而且第一次发现竹笋有绒毛。而掉落不用的笋叶，又可以如何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呢？就将它收藏在纸上吧。就是纤维工艺，然后我们觅食那个植物的天然纤维，再跟我们一般的家用废纸打成浆之后，稍微
只是这样轻轻的一晃，做成再生手工纸。运用竹子当容器制作，吹蒸出的笋子饭香气十足，好好吃哦。绿竹园山薯农场选用当令食材与在地农产，夜色午餐的好滋味让人精神大振。有加那个南瓜，然后甜龙笋，哎对，然后还有豆腐。结合青年工艺师、艺术家、文史工作者，透过跨界合作，开发基隆不同于以往的休闲农业深度体验。笋壳灯敲三声，敲响山间绿工艺食农共学，让基隆学习型城市计划与这一片土地文化有更深度的连结与认同。就是认同在地的文化，而且可以深入了解当地的特色，这样的活动真的很好。我们要请教处长。其实真的是，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其实很多的县市政府都很欢迎青农回乡，对，然后大家一直在讲所谓的地方创生，希望可以去说，就是缩小这个城乡之间的差距，然后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来把自己这个家里的可能一些技术啊，或者是这像这些传统的一些手工艺继续传承下去。那真的很开心看到那么多的这个青年好朋友回到基隆来，然后可以把这个传统的技艺延续下去，然后也欢迎更多的好朋友们来基隆来体验这些传统的技艺。是，哎，真的很厉害，阐发出他们不止把这个年轻人召回回乡，而且他们还即将要举办一个台日韩国际的年轻人都来到基隆发想创意，你快来看看。由亚洲设计联盟主办的台日韩国际学生设计研习营，今年8月20到8月26将首度来到基隆举办。市长谢国良相当期待来自国际青年的新思维与设计力，让基隆更有特色。我觉得这是一个国际宣传，因为我们一直很想把有爱城市把我们的理念宣扬出去，我们希望更多的国际旅客即便是有特殊需求的，他们来到基隆的时候能够感受到我们基隆对这些特殊朋友的关怀跟环境的建制。往年的话呢，都是台日韩轮流举办，所以像日本的话，我们就会到九州、到横滨、到北海道去各个不同的城市举办，那像在韩国的话就会到首尔、到釜山。那其实每一次的不同城市举办的时候，我们就会透过这样的一个礼拜的，包括像参访去了解这个城市可以有哪些可以透过设计来去改变的地方，那也会提供这个城市一些后续能够发展的一个方向。学生他们原本只是一个梦想，但是呢，这个梦想呢，可以在基隆可以美梦成真。像刚才也有提到，我们觉得就是设计呢，它其实不只是要设计出一个有形的东西，而是我们要创造出设计跟一个这个，比如说这个城市的一个相关的连结性。那像刚才有提到，基隆是一个雨下雨的非常多的城市，所以我们也希望在这个部分看能产生出什么设计跟这个部分可以产生出什么样的连结性。真的可以产生什么样的创意在基隆这一片土地呢？我们要请教处长，有办这个活动。对，其实台日韩青年设计研习营哦，他们已经做了大概二十多年了。然后他们是台湾、日本、韩国那轮流的去各地，然后每一梯次大概就是有20位的这些设计的这些学生，然后到各个地方去，比如说县市政府可能出题，然后由他们来解题，是这样子。但是以前其实都在台北，我记得台北好像2-3次，然后有一次是在台中，然后有一次配合这个屏东的设计大赛，对，那是中央的一个案子，然后最到了屏东去。但是其实很少，从来没有到基隆来过，对，那。其实这也是疫情后的第一次，因为他们前两年都是在线上，对，前两年的线上，那在疫情后的第一次就献给我们的基隆，那我们也是基隆市政府也是表达相当欢迎，所以那时候那一天那个日本的工业设计的理事长也有来，对，然后他们其实对于基隆的整个有山海的环境啊，他们认为可以让这个学生发挥他们设计的这些创意，应该会有更多不一样的发想。对，然后这个活动其实也很快就要开始进行了，对，要出题了，对不对？对，要出题了，对对。因为其实今天早上我在跟市长开会的时候，市长就说，就是大家如果说我们在道路上，有些在修马路的时候有看到那个三角锥嘛，那他觉得那三角锥真的长得不太好看，对。然后后来就是我们有去参考的这些日本的。
哎，好有趣，很可爱哎。对，可以看一下这个荧幕上的，对，日本的，就是大家就想，这到底是什么啊？对，像这个是长颈鹿的这个三角锥固定的，对。然后我觉得，那我就跟市长讲说，哎，其实我们这次也可以这个市府来出题。对，然后邀请这些因为总共有60位这个台日韩的学生哦，让他们可以发挥他们的创意，然后他们的所有的这个 idea 也都会留在基隆。对，然后我们其实这次也是希望说他们可以不是只有这一些公共建设，然后因为市长倡导的是一个有爱的城市，然后希望我们很多的地方是无障碍空无障碍的，对，然后所以也会针对于一些空间去打造一些无障碍的这些设施，让这些身心障碍者在行走的时候，在就是移动的时候可以更方便一点。是真的，就是要无远佛界，让我们的基隆成为最友善的城市。那当然，这样的理念也要推广出去。我们一块来看看我们的台流杯帆船赛。When the sail soars in the winds, the blue sea merges with the sky. The boat is light as a seagull.Rippling wave and splashing water. Take it! The crew move with expert precision, manipulating the rudder and sail in harmony with the wind. Sweep and wave accompany each other, together embracing challenge and victory.真的超精彩的，想要体验，其实还有我们要请教蔡科。好，刚刚那个影片其实我在上面，因为那是在拍那个宣传带的时候，然后刚好他们白天是风和日丽，过了中午之后突然狂风暴雨，就是那个云雨都来了。其实风帆最那个过瘾就是这种有风的时候，所以而且风来的时候真的，他们那天要拍片，然后又要。画面又角度，其实都要靠技巧，所以那天真的非常刺激。我就在这个帆船上面感受到那个风的那个威力，完全没有动力。所以其实我们在基隆其实只有这样得天独厚的一个环境可以来做这样一个帆船的运动。像今年的台流杯其实迈入25周年，然后今年因为疫情停了3年，我们没有办这个越洋赛，所以台流杯也停了3年。那今年卷土重来刚好迈向25周年，我们报名超过50艘的帆船，但是因为有一些船因为没办法过来，所以就实际上45艘，然后有16个国籍的选手，然后有350个选手参加，其实是破历史的记录。所以这样的活动其实每年都在成长，就是那个选手还有这样的运动都在成长。那当然大家觉得说帆船跟我们离我们很遥远，也没有机会碰触，其实没有。其实这几年基隆市政府除了结合这个台流杯之外，我们在潮境海湾节的活动也把帆船体验纳入帆船生活节，对不对？对，纳入我们民众可以参与的。像我们现在正在热映上档中的就是这个帆船体验的课程，那在我们的官网上面就可以报名。那听说现在报名是几乎满的状态，因为帆船的体验很多人报名，很多人喜欢，而且在用很少的这个荷包袋就可以去体验这样的帆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现在的活动里面，其实也要热烈推播一下哈，就是现在正在热烈上映的，还有这个 SUP 体验营哈，也是在我们潮境海湾节可以报名。那这个也是无动力的水上活动，也在这个夏天非常热门的活动。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独木舟的这个体验营。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推广这种向海致敬的这些活动里面，有帆船，有 SUP， 有这个独木舟，都在我们的这个系列活动里面，不是主题日办完就没有。我们其实
同时都有在推广这样的一个青海的活动，欢迎大家敬请期待，就是这个夏天很多的活动可以参加。是，所以想要报名的话呢，只要上官网，对，潮境海湾节，潮境海湾节或是潮享，对对，山海基隆就可以来进行报名。剩下最后三分钟，我们要请三位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暑假一定要来玩的地方。我们先请处长。我觉得很多了，我觉得就是很多的这种亲子活动哦，当然就是刚刚蔡克有提到这些，包含亲子钓鱼啊，然后其实像设计大赛，对，还没有开始那个，然后我们还有这个八月，对，然后其实稍微也先剧透一下，好，我们11月的时候我们会有个时尚大赛哦，也不是大赛，时尚走秀，走秀来基隆了，对，那详细的内容哦，我们先卖个关子，好，对，那我们其实厂发处都希望每一个月哦都有一些很月月有活动，对，月月活动，而且都是精彩可期的，是，好，大家很期待哦，八月真的还有很多活动，有我们的锁管机，然后还有我们的台日韩的设计展，所以大家一定要来看啊。那蔡科，好，我们现在就是8月5号的王爷绕海上王爷祭正在最后的冲刺，可以大家报名。然后还有8月19号的这个秋海嗨的主题日，好，在碧沙渔港是可以欢迎西家带眷来参加。嗯，然后我们的潘科是，其实我们产发处我们不止玩，我们还有舞。好，最近的舞，然后未来还有进的动态，还有设计的动态，还设计的那个还有艺术，一些结合，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基隆有很多的不一次，然后欢迎大家都可以来到现场来支持我们，来体验，然后看看基隆，其实基隆的元素跟第一次的元素加起来会有什么火花。是，大家都好期待哦，可以看见产发处的用心。今天非常谢谢三位哦，带大家来看到基隆市政府用心在营造基隆成为最棒、最温暖、最有特色的山海之都。感谢三位，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想要报名的话，记得上网哦，你快来参与我们产发处的系列活动。我们下次见喽，拜拜。拜拜。